那个水域不差。没关系，我第一个开始嘛，到跑完了就是，不管他了。放的太多了，腻了，是吧？就像一开始刚开始放的时候那个时候那种感觉，我觉得那样的话就是花儿大一点。你看这花儿差不多，哎，其实该停了。对吧？不要你的，那是不是这边料放快点？嗯，刚才那已经是超过去，超过去了，中间那个就打过了。看到了。正好是往中间回来一点，后回来一点。花纹只有一次。